嗨，嗨，厉害！谁说我是屁孩呢 ？Hello， 哇哦，今天头发怎么那么可爱？定固之我怕我不敢打他们。昨天我们见面，就我们很久没见，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，他说弟弟，我好想你哦。他说感觉很久没见，我就是觉得。他应该是太久没人欺负。我今天是哪一个漫画那种被欺负的角色？你不要管我要做什么啊！你不要管我。我在乎你啊，对不对？关心你一下。你在乎我？你要帮我呼呼是不是？呼呼就不用了啦。你不准走，你不准走，啊、不走，我会让你去睡觉的。对。我觉得好开心哦！我第一次看你一脸紧张又尴尬，好爽哦！还是你拿他手机？对啊，我让他先去睡了，他就有点累了。那你帮我去把他叫醒。哥哥不属灵，因为他就是灵。林嘉威，你真的是找死！你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完蛋了。那你要高丽菜吗？我不要高丽菜，那你把我吃了吧。我现在有高丽菜，你要吃吗？我头上也有啊，你可以吃我。我不要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？你们两个聊好不好？我先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像不能邀李安呢。是不能还是不想邀？是不想邀？注意点哦。耶、yeah, ！我上升到食物链的立案上面了。我心碎了，记得打包给我吃。你心碎，那你慢慢捡。你中啊！我把他踢出去了。那你要我把我哥你要把我踢出去啊，不然你没法邀立安。我会等。哎、欸，我把他踢出。他讲话讲到一半，我就把他踢出去了。今天我是老大，你要吃泡菜哦、oh, ，kimchi， 耶、yeah, ，kimchi， 跟你讲 ，you want to eat？ 我跟你讲，我站在，其实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站在我这边的、哦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不要邀他们，我们就两个人秀就好，好，我们这个忙内组合，极限挑战不是会有那个联盟结盟，我们来结盟。来结盟，结盟，现在交给我们了。你可别背叛我呀！我们结盟吧，我们是照镜子组合。赞成说他是不会进去，不要求救。不行啊，要进来了。那你求他，你求他一下。拜托，你求一下你家赞成。赞成乖，快进来。Sasuke。你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他哎、欸，他真的不进来了，你去给他塞那一下，快点啊，三成 ，Yeah man， 耶，耶，耶，我难得可以这样当老大，好开心哦！今天换完你，你还要再轮三次才会到你，你有的受。我先讲哦，你们两个再照镜子，我要退出哦。我觉得很像变态。你在变态？欢迎大家来到云南大主厨。好烦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也有哎、欸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单纯与季心凌。哇！李安哥好，焦威哥好，你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两位主持人好。他是晨晨哥。我是那个主持人呢、啊，两位。我是阿威斯，你好。阿威斯你好，阿威斯，请问今天你要煮什么料理？我今天就是无菜单料理。啊哦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。这个是什么公主吗？
你好烦哦，陈亮超烦。就难得可以跟三位主演一起视讯。陈亮在给我照镜子三番。啥耶？你现在才知道。我记得我刚他刚讲我有记得。你看你的 CP 可能看你看腻了。没关系，我看着他就好了，没事。他只是他做的。我有看你啊，我有在看你啊，因为他哥哥在吃饭。我哥哥跟食物搞甜蜜了啦。美方本方是站这个楼下的 CP 哦，美方是站楼下的 CP， 就你就加油，永杰加油。加油！你的楼下是谁？楼下是莉安跟善存呐。哦，吓我一跳，因为我的下面是那个善存跟心灵。我是不要吓我一大跳，吓死我了！吓到了。不是，大家都四个那个格子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我的下面是莉安跟心理。对不起，我先跪下。吓一大跳，赶忙澄清一下。这三个大魔王，其实我现在有点害怕。我哥直接给我去吃火锅，傻眼。哎呦，听到了，抱怨了。结束了、哦。那请问你可以露一下腹肌吗？这个腹肌的部分就请交给善存。哎、欸，好，你好，下一位善存，请问可以露一下腹肌吗？哎、欸，请问今天通告费是？大概是你要给我1380吧？给你1380，还露腹肌？你脑袋没问题吧？哦、我是他师傅、欸啊。你有没有被蚊子叮啊？还好啦，今天比较凉一点，别担心。不会啊，蚊子不会叮那个、啊、哈士奇啊。哎、欸，你要知道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在跟丽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可以不要插嘴吗？对啊，因为蚊子好不好？蚊子，等下你要知道为你要知道为什么、啊？你要先问我为什么？没有人要问。好，问这些好难的。为什么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蚊子不叮狗，是我爸妈，是我爸妈，然后我就叫他们不要用你们的，就用我的就好。你说心好累，这样吗？对，照顾你心很累，什么意思？你的那个谢谢很不真诚哎。对啊，啊就为什么要讲那么久？网上查得到哦，对我听你讲过，查得到，啊，查得到吗？我懂，继续讲了，善存，请问善存可以露一下腹肌吗？哎、欸，你这样梗都说出来了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又突然看不到那些问的问题了，是为什么？哦、oh, ，对，因为他们都因为他们都收回去了，他们对你应该不错。那我们来聊聊善存累不累啊？动漫好了。今天哭了很久。哦、oh, ，你有哭哦？今天表演课啊，练习那个情绪调动，就哭了很久。感觉我今天就是来娱乐到你的。你讲话不用这样子给到吧？对啊。不行，是不是？陈亮，今天呢？你今天干嘛？我今天跟朋友吃饭，就吃饭而已吗？你有去忙你那件事吗？我告诉你，连我都不能告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没有，就吃饭而已啦。老公，没事没事，你这样一个人外面很危险。别担心，你比较危险，我不会。啊，毕竟我的衣服都好好的，毕竟我的衣服都好好的。OK 啦，毕竟他没有你，不会没有你那么不会啦。不是，是世安哥寄给我的。啊？寄给你？喂？喂？
喂呜，现在不可能吧？不可能送我礼物不唱歌吧？你副歌还不会吗？现在还没背起来哦，太夸张了吧？我是，你真的是给我压力？不可能吧？真的在看哦，不可能吧？思安哥，近距离爱上你片头曲一直在 repeat 那么多次，你没有记下来吗？不然记是记下来了，周转跟遗失的灵魂，你选一个嘛？你不可能两个都不选吧？两个都不选吗？那你收礼物能安心吗？你们真的是想让我破音吧？你不可能都不选吧？不可能吧？我要等下跟你们两个断线的时候再考虑。你们两个在线上，我觉得太害怕了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要求思安哥把这个直播看到你结束为止？你不可能这样对思安哥施压吧？不可能吧？可以，不可能吧？天哪！你们真的是哦，真的要害死我是不是？要好的，所以你还是不唱？不可能不唱吧？不可能吧？好难哦，观众好好笑哦。不会歌词没记得吧？不可能吧？那个，断线啊！断线啊！欺负哎！我们两个帮你起个头啦。诗安哥说我们都没唱过，我们帮你起头啦。你们想留那句最高的给我吧？先我这样算一下，第三句好像挺高的哦。好，该你了。遗失。哇，没有，刚不顺，刚不顺。好，来了，不行了。遗失的灵魂是你。好，再一次。别的眼神。还不错啊，真的还不错哎。遗失的灵魂是离别的眼神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你的勇气可嘉，直接往上。我觉得你低音的哪一段啊？我都没有听到。有，哇哦！刚你不在，我都一直被欺负。我今天其实收到的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可不可以露一下腹肌？不可能吧！我的黑历史被挖出来，你不露一下腹肌不可能吧？我都跳舞里面挖出来，你不露腹肌不可能吧 ？Bad boy。Bad boy, bad boy。让我成为你的来。我们大家送你个拜拜喽！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拜，谢师傅。拜不，你们赶快回家哦，你们两个。好，回家小心。OK， 拜拜。我要自己一个人开直播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后面还有亲密戏吗？这个大家走着瞧。让哥哥露屁屁，我哥不会露的啊。我叫他露屁屁，他应该先把我裤子给扒掉。拜拜。